最近在雅虎新闻上老有这个台独绿蛙和这个港媒港独黄媒呢发表文章，这种传播不实言论和造中国的谣，对不对？说什么什么上海某某副教授曾是一个什么前律师，一个女性姓张的一个女性莫名其妙失踪，就是因为她在这个疫情期间在武汉待着，在 YouTube 上发表了一些就是说揭露政府抗疫不力真相的一些言论。那狗屁胡说八道嘛，对不对？中国人怎么可能在中国大陆使用 YouTube？ 他还发表 Twitter， 还发表 YouTube？ 顶你个肥！你在中国你怎么拥有 Twitter 和这个 YouTube？ 你这不扯淡吗？全是编的假新闻，还在这骗谁？你以为你在美？